观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2:40收看《就是要赚钱，趋势百分百》，我是晶晶。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大盘的表现，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哇，整个11月份从第一个交易日到现在第四个交易日都是红的哦。我们看到今天上涨了141点，收在16649，成交量来到2706.6亿，这算是近期来比较高的量能了。所以呢，嘿，很多网友又开始乐观看待喽，有人就喊说，哎，这个3天啊，从16000。关卡本来只是保万六，变成涨到了16700这样的状态，哎，很猛哦！是不是年底要看11月底看万七，年底看18000？哇，真的有这么乐观吗？待会要好好请教专家。另外还发现到一个现象哦，最近呢，我们发现到整个台股的状态，很多的专家不管是法人哦，都开始喊说，哎，美债可以买喽！哎，我们专家不是跟大家提醒很久了吗？现在开始全市场在讲可以买美债了。但是有个现象，当全市场在喊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警讯响起呢？因为个股是这样，那在美债上又怎么看呢？我赶快请教专家，轮源投顾王信杰分析师，欢迎您。哎，晶晶好，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午安。是，赶快请教信杰老师哦。哎，我们刚刚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的说哦，这个在个股的部分哦，当台股大家在猛喊某一支股票的时候，就是那个警讯要响起，当大家都看好的时候，哎，反而我们可能要特别紧张，特别警醒一下了。但现在美债好像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不管法人啊，或者很多的理专啊，很多的分析师开始讲美债是进场的时机了。当全世界都在讲美债的时候，哎，美债我们怎么看待呢？还有另外一个，这3天涨了这么多，这个台股的大盘指数涨到了16700点这样的状态，所以有网友开始乐观喽。哎，年底18000不是梦，刚今天写安呢。我想，其实有时候你会发觉，包含市场上很多的一个专家或者很多的投资人都是一样，就如晶晶刚节目一开始晶晶所讲的嘛，上个礼拜大家还在担心害怕所谓的万六保卫战，还在看空这行情，结果短短的几天，台股可以涨到从15975点涨到今天最高来到16700多点，涨了700多点上来，大家又喊17000、18000，甚至20000点，搞不好都要喊出来。好，如果在那里看到17000或18000，我相信一定有人跟你喊20000。啊，这来到20000就喊20000或23000，这个不是去年记得去年初18600多点，不是多少人喊20000多点嘛？把我们的所谓的一个什么本土最大的券商投顾，那时候是喊20000多点，对，结果回过头来却是整个长线相对高档，甚至在整个3个多月前，那些所谓的 AI 族群，大家不是纷纷调高目标价，看得乐观吗？结果还不是大跌下去。当然，或许在我觉得个人的看法是说，有时候当市场上的一些大部分投资者短线太过于乐观的时候，也许短线涨多会做整理震荡整理。好，但是我觉得这震荡整理，其实我们也不是死多头。记得在上礼拜大家在16000偏空的时候，我们讲的不管万六手的短线有没有跌破，不管年线破不破，都是买点，不是卖点。而且我们就很清楚告诉你，快的话就是这个月要涨，对，因为有末段行情，对，这个月就是要涨。好，这个你都有证据嘛？这个我们那时候就讲11月季线要扣底翻阳，那这11月什么时间点？我们讲过了嘛？最快11月2号。联准会暂停升息，美国长期公债殖利率见顶开始回落，股市开始启动所谓的末段行情。那你回过来，你看从整个11月2号，对不对？联准会会后的声明开始，美债开始拉回，对不对？市场解读是比较偏鸽。然后连续的3天，从礼拜四的清晨、礼拜五之后，昨天到昨天上礼拜五为止，美国的一个所谓的美国长期的公债殖利率连续的一个拉回的现象，甚至你看到整个美国的10月份的就业数据是低于市场预期的。那这当整个所谓的低于市场预期，就是美国的景气不是大家在乐观沉浸在所谓的第三季的 GDP 高达4.9%，结果10月份的就业数据却是最近这几年，这应该是最近这一年多来的一个新低了，对不对？那整个就业数据下来的市场更怎么样认为接下来联准会应该12月14号要再升息的几率已经越来越低了，从原本的3成到整个上礼拜联准会会后声明完，市场说是19%，起码听说已经剩下10%上下附近了。好，那如果整个联准会这边的一个暂停的一个升息情况之下，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末段行情要把握，还有短线涨多或许会有震荡，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季线最快明天要开始准备走平翻阳了、嗯、那这个季线明天开始要准备走平翻阳，我们是在大概在十月中旬就给你预告了，就是在十一月份、嗯、就是这个月要走平翻阳。所以第一个回过来单对整个大盘加权指数，我想我们都讲清楚，就是年线上下涨打底，对不对？也是全市场领先告诉你这一波的低点怎么样触底，什么时候要上去，这个末段行情什么时候要展开、嗯、我相信全市场只有我会跟你讲，你这一波就看美国的长期公债殖利率。你在市场上有听到这种解盘吗、嗯、每个不是 KD 指标 MACD 布林通道还什么要看什么政府护盘基金买多少、嗯、要看外资什么时候什么哦，回头来买台股，要看什么以阿战争会不怎么样？以阿战争打到现在还，请问缓和的吗？不是好像越打 越激烈的吗？嗯、对不对？以阿战争在打，对，打到现在也没缓和啊。甚至我们讲难听一点，啊、去年三月打到现在，乌俄战争都还没打完呢。很多人说，如果乌俄战争结束，什么通膨下来，股市会大涨。一年多的过去了，乌俄战争那边打完、嗯、对不对？股市人家都曾经从去年十月底十一月份的一万两千多点涨到今年一万七，涨到今年六月七月份的一万七千多点。如果以压中途趋缓或是结束，股市要大涨。你看我从以压冲突发生的第一天，我在我的 FB 股市群会，幸好是我在我的 Telegram 或者我的爱车，以及我在整个节目当中，我怎么公开告诉你以压冲突卖差异，你当作你就看作那个政治八卦或是战争八卦看看就好了。哦，当然我们是不要做那种八卦，因为每天这种战争就是每天死亡人数都是不断的在往上喷。对，但是重点是对股市影响不大，除非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我常常在讲。有，除非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你这些战争区域性的战争冲突都不必再在意它。乌俄战争打了一年半又如何？对，以阿战争打了也快一个月又如何，对不对？我说这一波你就看一个东西叫做美国的长期公债殖利率、嗯、你看有哪个市场上分析上跟你解盘的这么清楚，明白告诉你，你就盯紧美国的长期公债殖利率就好了，对不对？你还在看东看西，对不对？看到你眼睛都花了你都还抓不到转折，对不对？重点是你看东看到眼睛花的还看不到转折，被多空双杀，最高杀低被修理。好，那你看美国的长期公债殖利率最近这几天一拉回，股市有没有上啊？有哦，就是这么简单嘛。你管它美国就业数据又如何，很多人又很喜欢每天哦那个每天美国都有公债，在每天每个礼拜都在公布一些好、哦、一些就业、嗯、一些经济数据。对，按、啊、那边解半天解这些经济数据，其实说真的，我不是不认真没在看这些，不是不跟你分享，因为那些其实影响都是极短线。你只要抓住最根本的原因理由，真正影响主股市波段涨跌，真正影响股市好中长期多空的重要关键转折因素就够了。你看很多分析不要解拍多，如果怎么样不排除就会怎样，是结果还不是这样，对不对？谁跟你讲的也很清楚，就是看美国长期的公债殖利率，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回过来谈到这个东西，为什么说这份资料，其实我今天最后一天送给大家，本来是 我本来是打算上礼拜送完就不送了，但是为什么要追加送一天？因为周休日太多的来咬、啊、因为在整个周休日过程当中，好，我们必须坦白讲，最近真的是美债相关美债或美债 ETF 真的是市场很火的，对，刚刚那个经纪也讲的啊，大家都在看好整个美债，对，大家都说哦，买卖股票来买，哦，卖股买债会不会造成所谓的一个资金的排挤效应或者全民的运动？那他说刚刚经纪讲啊，大家都在买美债，他会不会说全哦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凑热闹？对，我们必须要很客观讲，这个人多的地方大家来买美债，请问这个是在低档还是高档？如果现在美债像三个月前的 AI、嗯、如果现在美债像半年前的军工、嗯、或者绿电已经涨到天上，是我跟你讲我绝对不会叫你碰美债，懂，对不对？而且说现在美债虽然很夯、嗯嗯、你看它成交量每天大概几万张，跟它之前很热门的时候的成交量我相信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嗯、好，第一个我觉得为什么说虽然美债现在很多人谈，嗯，我不个人还是我个人也还是站在买方，我不会担心好像是全民运动，嗯，哦，也许短线会有波动，
对，但是我们要想的是在于股的什么，你要了解它的不同在哪边。第一个我们就很简单嘛，债叫做什么，它一定有所谓的一个公债殖利率嘛，它有它的一个固定配息嘛，对，我就每一年就固定配你这些现金股息啊，这个我就来打，对啊，嗯，对啊，我就很简单啦，我每一年至少都有这些4到5%，像这接近不将近5%上下嘛，是，每一年有固定4到5%一个利息可以领啊，嗯，那你说啊，万一如果发生什么风吹草动，啊，造成怎么样？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又飙，嗯，那我的债券价格下跌，下跌，啊，我赚的这股债息会不会赔了价差，永远赚不回来补？我个人看法就很简单了，好，举个例子啦，啊，万一你说怕升到10%，嗯哼，我升到10%，我一年领10%利息了，你几年就还本了，对不对？也是，就我就讲的白一点就是这样啊，你几年就赚回来，啊，你就算升10%，升到从现在5%升到10%，你债券价格是跌下来，嗯哼，但是你这边每年还固定赚钱，利息，也许你债券的价格可能会被套来一段时间，可是你有想过的是，只要美国政府不倒债，嗯，你到最后不会转回来，对不对啊？第二个我就要讲白一点了，既然不要危言恐听耸听，不要那边担心害怕说人家喊7%，万一10%20%，我刚才讲10%你吓死你，5%的冻没掉啊啦，真的啦，你看最近这半个月就很清楚嘛，只要美国的长期的公债殖利率，一般长期就10年、20年、30年啊，啊，大家比较常在分探讨的在谈的就是什么10年啊，只要10年来到5%，嗯，美国人民就冻没掉啊啦，对，美国就受不了的嘛，嗯，啊，美国5%就受不了的，啊，你还怕担心6%、7%、10%？我跟你讲，就算哦，冲的哪一天，万一真的可以冲破5%上去哦，债券价格再跌，嗯，那是一时的，就是急跌之后一定不易弹上去，银行也会受不了，我想受不了了，不要银行啊，老百姓、企业都受不了，都受不了，大概都冻没掉。我就跟你讲白点啊，这个我已经讲了很多次啊，对，借贷成本过高，将近加速经济衰退，股市走空大跌，这个我也记得跟你讲过，说啊，如果继续美国继续举债，这个谈到整个美债，美财政部为什么要发短债，先发多发短债，少发长债，你上礼拜有打电话进来问我们，都有告诉你啊，嗯，你要知道理由原因。第二个，很多看空靠现在在还开看空美债的专家，我说美国一直举债啊，财政支持大家，美债会不会又被降平？我要降平对美债都影响是短线了，除非你可以把美债降到垃圾级再说嘛。啊，美债如果被政府被公债降到垃圾级，你看怎么办？美国公那个企业那个利率要飙到几%？嗯，好啦，啊，如果被降平，美债暴跌，刚刚经济也告诉你啦。我想金融机构都受不了了，不是美国银行受不了，全世界大家都受不了。对，我想我们央行可能都要受不了，台湾央行都要冻美掉。台湾央行有多少美债？嗯，对不对？你不是只是想到中国、美国很多中国、日本很多美债，台湾央行有美债，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手上没有美债？都有啦。对，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大部分90%的，你说一些仇美的国家，我另当别论了。90%的国家，只要有钱，一定有美债。央行各国的央行一定有美债，各国的中大型的金融机构一定有美债。你要怎么暴涨？你要怎么暴跌？啊，暴跌，你说啊，金融机构出事情代表什么？你哇，金融机构出事情，你没办法。我也许我说，投资朋友，你真的是在股票上只剩进来这几年的一些年轻的专家哈。或者进来股票市场这几年的一些投资朋友们，你真的是没有经历过什么叫金融海啸。2008年金融海啸不是金融那个银行出事吗？倒闭吗？啊，倒闭股价有没有崩？股市有没有崩盘？那从9800就崩到3955的。不要说美股崩，台股也崩了。是。啊，你说金融升到5%，最后美国那个什么雷曼兄弟倒闭嘛，美林银行被接管嘛，这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美国对啊，你看5%最后是零的，对啊，我就降回来的嘛，要赶快降回来，我就降回来的嘛，我一年就降下来了，嗯，对，对不对？所以你再升啊，你美国再升啊，不行啊，撑不住。所以有时候我会在讲说，我前阵子我记得哦，那个时候美债殖利率飙破5%，美债在破底，大家在会人心惶惶恐慌的时候。我的心里为什么说我天天在节目中建立信息价嘛？你有本事你再升啊，
我看你动得掉还是我动得掉。我真的，我看你美国企业，美国都撑得住，还是我信杰老师，我还有这些买美债的人撑得住吗？是，是看谁能撑得住吗？真的是这样子吗？好，所以回过头来，好，这个就是重点了。啊，美国的公债就下来，你看哦，啊，现在涨上来，为什么这份资料送给你？因为哦，这两天的一个财经新闻里面。哦、不管是三立的财经记者访问，有人会谈说啊，到底现在涨上要买一倍还是两倍？就来问我个人看法哦，就把我个人看法提供给你做参考。其实这个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哦、你买两倍，我不能说你错。你看这一段涨10%当然比较多啊，对不对？一倍的涨6%，两倍涨12%以上，哦，有啦，看起来短期间赚的比较多，但是两倍的波动幅度，你要自己心里有数会比较大。哦，你心脏要够力再来拼，哦，心脏不够力，等你拼，当然风险比较大一点点。是，哦，那我这个提了，除了说三立财经这记者反映，因为我们说，哦，到底要买一倍或两倍，毕竟涨上来大家就都有兴趣了嘛。第二个也有友台的新闻，也在整个周休日里面也有播出来嘛。好，哦，来访问新贾师傅个人的看法，连我儿子说，哎，爸比，你都上电视那个在访问你了。对，没错。哎，大家现在谈到美债都要来，都会来问我个人看，问新贾师傅个人看法。那我个人看法讲的嘛。谁说很多人说，谁说一定要等联准会降息美债才会涨？要不要降息已经涨6%了，对不对？谁说买美债 ETF 只能固定领4%到5%，每年领利息？这利息有温坦的，对，就好像你把钱放在银行定存一样。而且4%到5%很高的，对呀，蛮高的呢。对啊，你那美元保单都没有这个价。听完我呀，连我就讲过，上礼拜讲过，连我以前那个专科同学。专科的学妹做保险都买美债，都把美债美元保单获利了结，来转来买美债 ETF， 人家做保险看得懂，但来让你看他追，原来这样赚更多，没有价差吗？对不对？这价差在哪边？价差在哪里？都已经算给你看过了嘛。好，当然理论并不代表是绝对的，因为短期间影响债券的波动还是有。但是为什么说这种东西的短期间的一个美债的一个影响？我讲过了，你只要看得懂这一张，你管他美国财政部下个月要发多少债，说当然这个发债举债可能会影响到短线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波动，一定会或多或少有影响。好，美国经济数据的公布的好或坏，也一定会对美国的公债殖利率短线会有波动。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美国经济数据一好，大家都怕联准会升息，美国公债殖利率就涨。上礼拜五美国就业数据很烂。好，大家都觉得美国不会升息的，公债殖利率就涨就跌，这个只会影响短线。但是我跟你讲 ，FED 的利率长期下来哦 ，FED 的利率跟美国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变化，这个全市场只有我们独家做得到。好，甚至包含在台股。所以为什么这一波的台股哈，你看当那一天这根长黑灌下去，美国股市全世界股市都在大跌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这个东西。当联准会暂停升息，美国长期殖利率见顶开始滑落，股市为什么是末段？为什么是末段行情？为什么不跟你讲初升段？为什么不跟你讲主升段？为什么要讲末段？为什么不跟你讲是逃命波？为什么我不跟你讲任何反弹皆卖点？为什么不跟你讲是空头大来？空头大来的，只要灌破年线，那时候离年线已经剩不到200点了，破年线空大空头来的，为什么不多跟你讲这些话？我就跟你讲为什么是末段，其实这份个关键报告哈，这份就讲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说当整个周休日很多，不管三立或友台财经记者访问我之后，这两天很多人都来询问新贾师傅啊，到底美债还可不可以买？连我的亲朋好友看完都大家都认同我所讲的，好像新贾师傅你讲的有道理哦，像青菜起码将近5%。对不对？利息每一年将近5%，对不对？对不对？如果呢，哪一天明年联准会降息下去就不止了，赚的钱都不止这些的，5%起跳。所以这份关键报告，我刚刚一开始讲，原本我是他本来就想说送完就完，因为这两天太多人又打电话进来要了。所以这一份关键报告，今天最后一天哦，真的最后一天哦，麦哥明天再打来问我喽。哦，你来问我没关系的，你不要我，反正你就去跟业务看我们的服务人员、业务人员有没有东西给你。最后天开放登记索取哦。好，那回过来为什么大盘指数？你看哦，季线当时我跟你讲，季线扣这边，我记得我那时候算给你嘛，从扣到这边到这边，你几天嘛，这可以算得出来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技术分析的东西不用很难。我说哦，各位投资者不要，不管你在看技术分析。哦，你不要永远那边听信或是相信或是认为那么什么就线论线就事论事，每天在看图说故事放马后炮。
你要领先市场。当时在这边，我就跟他季线扣这边，目前这边还是下弯，所以这边是假突破，假突破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再拉回，因为这条季线虽然站上是站不稳，因为季线还是下弯的。这基本技术分析都很简单啊，你再上下弯的均线是没有意义的、啊，因为季线还是下弯的、啊。但是这个在拉回整理过程，为什么那时候说再拉回的时候你要寻求波段买点呢？因为季线从这边可以算啊，扣这边到这边大概几天嘛？嗯，恭喜仔，这你问我小学，问我儿子小学三年级都会跟你讲，几天之后季线要翻阳，小学生都会的，你不会。啊，为什么你不是你不会？投资者真的不是你不会，是你没有把很真的这种我们说，你听我讲啊，这么简单技术分析，信杰老师你敢出拿出来讲？很多东西就是这么简单，是你把它想的怎样？太复杂化了，复杂化想的太多了，对不对？很多东西股市就是这么的简单 ，FED 利率、台股跟美国的十年债，过去二十几年没有例外过，除非你这是要心存侥幸赌例外，什么时候该涨？什么时候走末段行情，什么时候多头走完要步入空头市场准备崩盘，这张图里面清清楚楚告诉你，就是这么，我就跟你讲啊，什么时候开始走末段行情，末段行情走到什么时候，这一波行情，这一波的末段行情走到什么时间点，不要猜啊，什么十一月十二月涨完，或者涨到总统大选前两个礼拜，或等到总统大选完就结束，哦，选前有行情，选后要没行情，说不要猜，嗯，你猜了半天，我跟你讲，你还是经常猜错，啊，经常猜错，最后结果是怎样？那个是没赚钱呀，很可惜呀，不用猜，这份资料就是很清楚告诉你了啦，对不对？就像我所讲的嘛，美债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要卖，好，股票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你该逃命，什么时候大捡便宜。我呀，你按、啊、你说真的这么简单吗？信杰老师做股票干这简单哦、喔，我讲啊，就是这简单，就真的是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你看我不会说我是神百分之百啊，但是为什么对的几率高达八九成？八九成怎么来的？蒙来的，运气好，运气好会每次几乎对啊！各位亲爱的投资哦，运气好会每次几乎对哦、喔。赶紧攻十一月就是十一月，现在不是十一月，就我们今天是十二月吗？嗯，今天是十二月吗？今天是八月九月吗？我要说你不晓得你是外星人，是我是外星人哦。当然，那我们过的时间日期都不一样哦。哎呀，那、啊、到底谁是外星人？现在不是十一月吗？嗯，对不对？谁告诉你的？那、啊、你看哦，啊，为什么说明天要翻阳的？你要看季线现在扣这里。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位置？这个收盘价比这边今天收盘价低的。代表快的话，只要这边正哦，嗯，季线明天这条目前今天还在下弯哦，有没有看到这个箭头还上下？快，明天要这条线要翻阳了。嗯，那但是它可能在这边还是有一段时间，可能我觉得会在这边正的。等一下，嗯、对，这条季线要准备要走平翻阳了。你说就算过几天再又下弯，也是在这边正的，因为陆陆续续这条季线你看嘛，从现在在这边，接下来扣你这一万两千六千二到一万六千五。就是这几天啊，未来这段时间，未来十一月几乎整个季线就是平均扣底在一万六千二到一万六千五的啦。嗯，啊，你讲基金看无，均线都是空，所以很多专家都说中期偏空。我在整个周休日，你可能出去游山玩水，我要看一下各大媒体、各大报章媒体，还有一些杂志，看那么多杂志，杂志还在写中线偏空。嗯哼。可能杂志的那个写文章的人说：“哦，拍谁信讲是我礼拜三、礼拜四写的，我不晓得这几天连喷三天，真的。你连喷，你会在这边写中线偏空，那代表你就是哇，拍谁恭喜啊呢？看图说故事的嘛，就好像我说你会在这边写说什么美国公债殖利率要小心，不能抄底做多，嗯，那就是你在这边看不懂未来嘛，对，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我就跟你讲，那我现在讲那么多就很简单嘛，季线。”接下来要扣这边的，这个月是现在扣这边的嘛？怎么三箭头在这边啊？未来十一月扣这边嘛，十二月到一月扣这边嘛？对，十一、十二、一月，十一、十二、一月，未来三个月季线就是要扣这一段。你觉得翻阳几率高还低？
所以你就不要再问我啊，这个到底总统行情、大选行情启动了没呀、啊？没懵啦，都搞那个末段行情，你好好赚钱呐。是。如果你过去这三个月没赚钱的，这一次好好把握了，就是这么第一个这么简单了。嗯。第二个，你今年真的跟错专家，错套赔钱的，从今年四月开始，什么军工北赔绿堆绿追军工绿电，然后什么航空观光一路到碳权，到现在的 AI 都赔钱的人。还要把握末段行情，这末段行情，我跟你讲，你未来这几个月你再没赚到哦，嗯，你不要美国降息哈，美国降息，我跟你讲，你赚钱更难赚，信不信由你。美国降息不是资金，资金有利资金，美国降息债券在涨，人家要买债券是不涨，我真的是，美国降息，今天你要买债券还买股票？美国降息，债券飙越快，对呀、啊，我要买股票。对呀、啊，我要跟你买股票，我债券要稳赚的，我还在跟你买股票。对，美国降息，债券稳赚的飙更快，我要跟你买股票，对不对？好，所以回过来这份关键报告一定要说去。所以谈到这个，就是代表说啊，你说美债现在涨六天，大家都想买。嗯，我个人看法是说，你真的要买，你买一点点，但是你要留资金拉回家嘛。对对。好，为什么？因为联准会至少它只是暂停升息，可是可预期的。明年第一季之前，目前看起来还是不会降息，嗯、所以我个人看法，我很客观讲哦，虽然美债最近涨了6%了，今天还是在涨哦，涨了5-6%，6%左右上啊、哦嗯，可是我觉得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应该会在高档震，嗯，那美国的公债殖利率还会在高档震、嗯，那代表可能短期间它还会在这边震荡打底，那如果短期间美债 ETF 不会在这边震荡打底，你就尽量学信杰老师我嘛，尽量买黑不买红嘛，对，拉回家嘛，涨就。续报，哦，啊，你说啊，我叫我探底，探打趴背背不？看你个人，你要赚钱要卖我没意见，但是你卖得下来才一趴两趴三趴，你记得要摆回来。有啊，因为有信杰，有投资经问我，哎，信杰老师，我免单配息呀、啊。他说我光这几天赚的那个什么，就已经快6%，我又比一年的利息还要多的啦、啊。你要这么认为，我也没意见啦，也是可以的。好，但是我其实讲那么多，就是跟你讲，这份关键报告内容我就不多讲了。今天最后一定送给你哦，啊，你自己时间有限，你自己看这张图，你一定要有啊，看得懂，看不懂，文那个关键报告的文字说明讲得很清楚。你未来哈这三年你不照着这张图做哈，你做到输大钱哦，倾家荡产，我觉得我不需要同情你哦。我跟你讲，真的，你如果这张图你没有未来这三年不知道这张图做股票、哦，你万一做到输钱赔钱哦，赔大钱哦，我跟你讲，这个没有什么同情的地方哦。他说老到时候再来找信杰老师，没有真的没有什么同情的。你如果因为没有这份关键报告，然后没有照着这份关键报告这张图，未来这三年照着做，你做到撩起哈，我只能怪自己，怪不了别人了。你也不要去怨你现在其他投顾老师的其他同业专家了，你就怪你自己没在索取这份关键报告。嗯，你没有照着这份关键报告走啊！你不要心存侥幸，过去几十年来都这样，你不要心存侥幸。这个心存侥幸我已经讲很多了嘛，嗯，对不对？我说你不要只看到未来，短线了，很多人就只看到眼前了，看不到未来。什么叫心存侥幸 ？AI 啦，三个月过来的三个月的痛，多少波起7-8点？你看 AI 最近反弹幅度大一些。嗯，你看过去这段时间，哦，这又回到大盘，我真的是哦，这些同业的专家我也不想多讲了。之前跌下来，有没有很多专家告诉你，如果大盘指数台股要涨 ，AI 一定会涨 ，AI 涨台股一定涨。如台股涨与跌，请看 AI 脸色，结果威武不？嗯，投资人有没有？嗯，人家说大盘未来涨与跌看 AI 脸色。有没有？有没有很多人说现在都不用看盘，你就看 AI 啊 ？AI 看谁？看费半，费半看谁？看辉达。你全世界你就看辉达一档股票，辉达涨台股一定涨 ，AI 一定涨，台股一定涨。就问诶 ，K 七八点嘛 ，K 七八点嘛 ，AI K 左也 K 九。嗯。我这很客观讲，涨多涨少嘛。请问各位，这四天涨了700点，请问 AI 贡献多少？你广达、技嘉、维新，广达、技嘉、伟创、伟影，什么什么滴滴 Coco AI 贡献多少指数嘛？啊、嗯哦，但是过去我就讲了，那我这个时间哈很有限，我长话短说。如果三个月前你没有相信我的，
AI 要小心，我说的历史都重演，你最后都套大，最后都套牢赔钱了，你看最后这个过去带你做的股票就不多讲，三个月的钱你相信我的，你不会这一波 AI 的股票下来赔钱，技嘉也是一样，对不对？你不会赔钱，三个月前相信我的，这四十几趴跟你无关。好，那你如果之前三个月，过去三个月你相信我的，AI 不能碰，不能碰，打死都不能碰。什么十年未来大商机，那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凑热闹，历史一定会重演，一定会死人，一定会一定会死人。我现在讲话，恕我讲话得要打，一定死人。事后证明我讲的如果你三个月前相信，不管你有没有相信我的，相信我避开风险，没相信我的现在套牢的，那我只能在节目最后三个月后的今天，请你再相信我一次，请你再相信信小师一次。会不会利空要出尽要反弹，来到连线上下，不管有低有低，你要不要买？今天我有买。我就看今天计价，我有建议我会员下去买。是。你不要问我买多少钱，这是我家族成员的秘密。是。但是今天技嘉是破底哦，今天是技嘉是破底哦，因为第三季财报低预期哦，但是我财报利空出来，我站在买方，未来这几天有不管有低有低，我还是买，因为年线就在这边。是，那我讲过了嘛，你看军工那么好，碰到年线有没有反弹？汉城碰到年线有没有反弹？我说现在技嘉可能就是在这边了，你看之前的汉磊跌到年线有没有反弹？跌到年线有没有反弹？长荣碰到年线有没有反弹？你管到马士基已经下修未来三年财测了呢，不是一年哦。马士基为什么在上礼拜股票重挫十几趴？对不对？下修三年哦，这三年不是我刚跟你讲的啊？马士基不是下修三年财测哦，马士基我跟你讲，到2026年都不会好哦。所以为什么说未来三年？真的，懂。英雄有没有所见略同？马士基跟你共享未来三年货柜航运都不会，景气不会好，所以我跟你讲未来这三年技嘉就讲到这边，我觉得是三个月前你相信我避开风险，三个月后的今天请你再相信新加坡一次，有低有低找买点。那这份关键报告今天最后一天送给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王信杰分析师还有更精彩节目内容，明天下午的2:40也请您持续锁定趋势百分百，我们再回来，拜拜。